赵州桥，赵州桥的桥面两旁有石栏，上面雕刻着不同的图案，有的刻着两条互相缠绕的龙，龙嘴里吐出水花，很好看；有的刻着两条飞龙，前爪互相抵着；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，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，真像活的一样。如果你到中国去，千万别忘了去看看这座古老但依然年轻的大石桥。春雪，唐，韩愈。新年都未有芳华，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